来稍微做个夜使者的主武器跟副武器，没有转哦，只是单纯想玩一下夜使者。啦，所以第一步是下1亿东西能卖1亿，干净的，认真，这台就是要稍微搞点事啊。好了，我记得我没全保啊，看到这个东西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哦。有什么理由不练呢？气四个箱子，我当初真是疯了啊，直接囤了气四个箱子。这个就是哪天练到250等的节奏啊！HD 传说需要消耗几张卷宝？先来个两张，3张好。2张好。哇，84趴觉得会有，84趴觉得3张以下会过。也不对，感觉最近卷宝会缺烂呢。OK，好了，用这个冲比较有趣。当然是第一张卷宝。卷轴本体在这，干你！喂，挡住！我们来看卷轴会不会消失？全包有伤吧？对，有伤。来吧，第一张，如此的快速，然后左下角已经露馅了。第一张没过。不得不说，其实我蛮讨厌充这种东西的，特别是 HD，要过不过的，还有可能头破血流。第二张 Nope。倒了，几张卷宝没过哦，三张左右，三张算是那个，没有四张差不多就成本价了，就是接近保底喊刀的价格，没事，要相信他。这个再没过，可能就是我不适合玩夜使者吧。他在劝退我。也不对，卷宝先冲哦，来吧，过吧，拜托，把耳机脱下来就听不到声音了，过吧，Nope。又是游戏，好吧。蓝蓝帮倒了，再一张，那不要用神将之魂好，感觉神将之魂有毒，它不能放在那个上面冲哦。3张，不对，4张。来一次买3张吧，受不了。亏烂了，3张卷宝啊，没有4张，4张卷宝了。你还有6张扣打问号？等下，你这个6张是哪来的？几张了？4张，再2张，那第7张卷宝。不是哎，破游戏。再2张。我稍微这个冲完，我稍微看一下我今天的星座运势。感觉好像有点冲到，不对，一定是位置的问题。我稍微看一下我今天的星座运势，外力的干扰多点，花钱，对，外力的干扰多点，花钱有些心不甘情不愿，
幸运色是远洋蓝。喂，找个蓝色的，蓝色的，这边就去不了阿尔卡纳。谁帮我去记一下我几张啊？我用了几张卷宝啊？我开始在思考我要不要丢闪现了。这丢下去可能会起流程河啊。不是，怎么冲个卷宝就能拍一集的啊？也不是欸。我问号。Hello？ 你这他妈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个宝上都比他便宜了。不是，500点下去了欸。这已经500多点下去了欸。装备换个位置，难道是我真的不适合玩夜使者吗？这是在劝退吗？游戏，我先决定先去用个其他东西。我现在头有点痛。我靠，敢不敢第三排全输？我就问你敢不敢第三排全输？好哦，你还真的第三排全输啊！这游戏会让人疯啊，又疯了一个。不是，是我白痴游戏啦。再三张没过就算了，五张。全他有毒是不是啊？艾罗丁哦，但那边要前置欸。不是欸。我中过，他妈的。啊，垃圾游戏。